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84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TR-02 的 Commander of Stars 星辰指挥官，致敬到《银河之力》的 Artemis Prime。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有3、4年之前就看过它的规模了，到现在呢，终于推出了它的实体。那么这是一款测评舰，可能跟大货还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想大家也八九不离十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后好了啊，这里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讯息啊。人物的高度25公分，头顶只有28公分。比较惊人的是呢，它的翼展长度一共到了54公分啊，也就是这一段啊，整整有54公分。那更夸张的呢，是它的一个重量，它的重量的话呢，达到了1168公克，也就是超过1公斤啊。这个玩具的话，有大量的合金部件。玩具的内容物除了一个以卡车形态作为包装的车子之外，就是一张人物卡。人物卡的雾面材质摸起来质感相当的舒服，这个我还以为是官方的银河之力的一个钥匙，但是你翻过来看，后方有一个磁铁，这个磁铁的作用呢，就是要触发它的一个光的一个效果，你把它靠在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有呼吸灯的效果，按照说明书上面的讲解应该是会持续1分钟。当然如果你希望它早点灭掉的话呢，这个再靠近一下它会变成长瓮，再靠近一下它就灭掉了。那另外一边的话呢，还有一个啊，这里也是一样可以触动它的一个开关，这个地方稍微往后面一点，不要碰前面，碰这个地方它就会亮了啊，你再接触一下就会消失。另外还有一处可以触动在哪呢，在这个车子的后方，这里是领导模块的位置啊，我们待会人形状态下呢再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好了啊。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在官方的银河之力的玩具呢，这种能量钥匙呢都是启动一些特殊机关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触动光影效果的机关，我觉得这个点子的话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还有一个说明书，刚刚忘了提到，里头有一些很完整的资料，包括它的车型的长度长达36公分啊，也就是现在这个车型太壮。然后它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字，看上去是很惊人啊，全身142处可动，但是呢我绝对没有时间去真的去数这些东西，14组合金齿轮啊，还有10个橡胶胎啊，确实你拿起来之后的话呢，整个玩具的非常沉哦。那轮胎的话呢，可以全部的拖到地面，而且全部都是橡胶轮胎。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在车形态下的一个表现。首先的话呢，最显眼的就是这个大炮了，大炮的话呢，这里这个有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那还有这个地方，这里也可以打开，这里也可以打开啊，整个所有的关节全部都是齿轮关节啊，难怪他们敢这么说啊，非常非常的紧实啊。那上方的这个前方这个炮的话呢，还是可以单独把它给拿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拿下来比较没有意思啊，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枪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涂装，灰色的塑胶部件。由于它的重量呢非常的沉重，而且呢体积非常的长啊，那我的话呢就把它两手托起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好了啊。从它的车子的尾部来看好了，有一个喷射的进气孔吧，那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是楼梯还是锁扣的一个造型。那这里有看到啊，这个红色的凸扣进蓝色的洞啊，印第安人对阿凡达的一个组合，这个地方是在车厢跟人本体组合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卡扣在这里。那侧边它的这个香槟银吧，这个配色的话呢，包括这里感觉真的相当有官方的质感啊！我说的是以前的官方，不是现在的官方。上方啊，这些细节啊，通通都没有落下啊。中间有大量的电镀部件都在这里，这些都东西的时候全部都是金属部件，所以它车子中间的重量也是很沉的啊，总是从头重到脚啊。而且今天天气很冷啊，我拿在手上啊，这个很容易就去摸到一些冰冷的部件啊，非常非常的爽快啊。那它的一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点意思啊，它这两片的话呢是人的这个应该是拳头的这个背，在这个地方形成是前面那个 bumper， 这里还可以再捏紧一点啊。然后它的挡风玻璃也是一个有细节的蓝色部件，上面有警示灯，还有两个这个也是透明部件的一个展示在上方。那我记得我当年做官方的银河之力的玩具的时候呢，这两片部件的话呢，我是根本没有推到这个地方来，变形不到位啊。那这里也有很漂亮的一个车头灯的一个展示。那在车型状态下的话呢，它还可以有一个
这个飞翼的一个形态，我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当然，我做这个展示最主要呢，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啊，它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你要把它打开啊，千万不要直接这样扯开啊，一定要先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呢给打开。那我个人会建议呢，这个地方先往上提一下，甚至于说呢，你可以直接的把它整个这个后面这一块部件把它给拿出来。从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刚刚提过这两个锁扣，你把它拿开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结构好了。在这里，他们其实说明书也有特别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白目啊。这里，你要把这个转开的时候呢，建议是先往上提，这样子，这里不是有个凸吗？这样子才能翻出来。如果你直接掰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断裂。像我这个地方，还好它没断。还是下方这里刮出一个小小的一个伤痕啊！你要翻这一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那这个呢，就是它在盒子的背后所展示的一个超长型的战斗拖车啊！这个长度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这个长度应该有超过40公分。翼展的话呢，这个已经超过50了啊，是一个非常占空间的一个玩具。那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变形成机器人的一个形态好了啊。我们先把后面这一片的话呢给解开，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把它往上面挑起来就可以了，后面顺势抽出来就行。那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的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给拆掉。这个脚的话呢就很简单的啊，首先把两腿呢给打开，然后呢这个部件直接往后翻上去就可以了啊。先把它变形成普通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态，脚尖翻出来。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推过去，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放进去啊，两腿这么样就变完了。再来的话呢，上半身的话呢是把它给做一个垂直90度的一个翻转之后，整个人形的上半身就是整个车头了。那它的一个部分的话呢，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吧。这边是人形的正面在这里，它是等于是车子的背后。那我们要先把它的一个肚子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这里有个部件很难抠，我的做法的话呢，是先把这块灰色部件，把它整个的给往下面拉下来，整个拉到平之后，再把它往上推啊，这片部件会自动被带出来，就形成人物的腹部了。那我们再把车子侧边的这个窗户移动过来，就形成了人形的胸口。再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的一个这个部件往外面拉一点，这里有块部件啊，不对，先把两侧给分开。然后手的话呢，从下方给拿出来，都先拿出来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拳头这里翻出来之后，这个盖板的话呢，再把它给盖起来。在变形成卡车的时候，这两片部件呢是往内啊翻进去，变成人的时候呢才翻出来，这样稍作遮挡就行了。再来把头给翻出来，从这个地方翻出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先把这两片部件给解开，因为这个时候的这里空间比较大，这里。两侧松开，然后松开之后，给各位看正面好了。这里就以一个裙甲的形态的话呢，往下翻下来。那这里这么空怎么办呢？哈，帮他穿裤子就行了哈。把他这个部件整个往上面提上来，到这边。好，到这里，把它往下面做一个简单的小调整，到这边。然后呢，手臂放下来，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推进去了。记得啊，头要翻出来之后。啊，如果你的头，如果头没有翻出来，这两片部件的话呢是收不进来的啊。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都收进来之后的话呢，再把肩膀的部分啊，这里捏住这里，再把肩膀往外面啊，搓出一个斜上的一个角度啊。那你要斜多少，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那手的话呢，摆到你喜欢的一个位置。机器人的形态，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一体性，啊，很沉很重啊。你如果这样子放，你看，它还是有很坚韧的齿轮的声音，因为实在太重了啊。你说它要完全不甩动，啊，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裙甲的部分，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在这个地方，这整片是一个金属部件。那作为一个日系的超级系机器人，这个裆部的话呢，自然是要往前面。越突出越好了啊！我也很希望成为日本的超级系机器人啊。那它的一个头啊，有一点意思啊。这两片部件应该是还不能放进去啊，应该是要先收起来的。它的头的话呢，是可以有一个换脸的一个机制的。
首先它头自己可以往上抬，你往上抬的时候整个头捏住往上面抬，左右看没有问题。它本身还有一个换脸的一个机制，这个跟变形金刚第四集的那个 Leader Class 的 Optimus Prime 啊是一样的一个换脸的一个机制，这样一来就换回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银河之力的脸，是这张吗？可是看起来也有点像 BW 的这个猩猩队长的感觉啊。不管怎么样，反正的话呢，它就是多了一个可以替换脸的一个装置。我记得这个官方的版本应该是没有的啊，那总是多了一个乐趣存在。手臂360度的转动，这个声音够清脆了吧啊。平举一样，二头肌转动。这个手肘，它手肘的话呢是一个这里还有上面，它是一个双动关节，都有齿轮关节的声音啊，这个实在是太惊人了啊。那拳头只转这个地方，这里不能转，这里锁定的，所以它是只能转这里。手的话呢则是一个算是超可动手啊，每一根指头关节通通都是独立的，而且根部的话呢都是球形关节，是可以做一个旋转的，拇指移出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一个手指头的话呢，支持力度还有松紧度的话呢也都是相当恰到好处的啊。目前为止的话呢完全没有松动的一个现象。裙甲这里啊也是一个是可以转动的，但是不是球形关节啊，有点意思。看一下它的一个小细节，都有裙甲这里前后可以动。脚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啊，前后，后的话呢这里啊，这里是一个铁的部件，就会影响到了。那外摆内收，外摆内收都有齿轮关节，你这齿轮关节不用钱的吗？然后膝盖啊也是一个齿轮关节，掰得重啊，这个是玩具也太沉了吧。往外往内啊通通都有一个齿轮关节，支持力度真的是很好啊、哦、这么重的一个重量啊还能够撑成这样已经是非常厉害了。接地的话呢也是有的啊，这里也是一个铁的一个部件。我们来试一下它的一个大合体啊。我一样提一下，我现在用了一个比较广角的镜头，所以人物可能会稍微有点变形。这两片部件的话呢它有分左右腿的，严格上你就记得它这个地方一定是它的一个脚后跟，然后这块武器的话呢推过来这边它一定是在外侧，所以的话呢它就是在这边这个脚了。那我们首先把这块部件啊一样的给翻回去，做一个90度的一个翻转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小脚掌变成大脚掌了，然后从后方这个地方啊一看就知道了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你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呢就先把这个部件给推开来到这边，这里盖下来啊，刚好把这个缺口的话呢给盖上去。那么这条腿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整个的话呢人物的身高啊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提升了。这里的话一样是有接地啊，我顺便先给各位做个展示了啊，先看一下好了啊。这个脚啊装上这个之后它的一个支撑力度有点撑不住啊，但是呢绝对也不是马上就掉了，它还是有一个很强韧的一个挣扎的力度在这里。那飞翼的装法的话原则上就是把这两片部件本来收这里头的把它翻出来，这个就是一定是从肩膀上挂下去的，后面有两个这个凸就扣到它的一个背后啊，这两个洞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它扣这里的时候的话呢啊，我的感觉吧啊，上面两个黑色的袋子的话呢袋子啊，我这个A 到镜头了，它还是需要用到一点塑胶的韧性，因为它黑色的塑胶这里把它给扣上啊，这样子插进去之后前方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黑色这个部件不应该卡到的，不应该卡到的。好，在这边它是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包括上面这个地方都给扣上去。这个应该是我目前能够尽力的把它全部给收纳到画面里头的一个摆法了。各位呢有没有能够感觉到说翻到侧边，给翻到侧边又不行，A 到后面的墙壁了，它的人物的支撑力度是很好的，背包这么重的情况下，人物的身体的线条还是往后倒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站得相当的不赖，你看还能够站得相当 OK。 那我包括我后面这个大炮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垂直摆放的，所以它的一个足以可见它的一个
整个下盘它的重量是做到非常的重的，还有就是要归功于它大量的齿轮关节。啊，这款玩具各位应该已经能够去感受到说齿轮关节真的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大方。而武器的摆法的话呢，如果说呢我们也可以还原到它非常在动画片里头有出现过的这个地方，直接往下面翻下来啊，各位也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了啊，真的是非常的销魂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如果我没有记错吧，是吧，它这个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枪给提住啊，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当做我喜欢这么玩啊，对不对，玩具是我们的嘛，对吧，这样子。好，就把这个武器呢给握在手上。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当然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可以把它给转下来，直接往下面转下来。那这里的话呢，它有多重的关节，基本上配合手部啊，这个多重关节大概你能够想要弄到的一个提枪的一个位置应该都是能够做得到的啊。这个两手同时握持武器的一个样子，那配合一开始的这个，我们触动一下这里，就让它进行一个发光吧。然后呢，它的这块部件刚刚有跟各位提过，它是可以张开的。好，那这里手的话呢，再次把它握紧一点。那总而言之的话呢，这是一款呢在官方的银河之力的基础上做了相当程度修改的，应该是有没有修改？修改没有很多，其实我真的没有很清楚，因为我没有那一款正版啊，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记得当年我拍那一款银河之力的 OP 的时候，我节目上传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台湾网拍上面价值3000块台币以下的银河之力的 OP 呢，全部都被人买光啊。所以说那一集的话呢，应该是有推坑推到不少人的啊。但即便我推坑不少人，我自己还是没有拥有那一款正版的玩具，甚至它连 KO 连盗版好像也都没有。那之后官方推出的围城的那一款啊，素质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了啊。那这一次的 TR02 这一支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它有相当程度上啊，是可以给我们把玩到一款手感极度接近官方设计的玩具的一款银河之力的 OP 啊。这款星辰指挥官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蛮推荐给大家的。那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